我来帮你挡住他。是不是因为王子在每个童话里都叫王子，所以每个故事的公主都会来找他？我不回我爸家住，我住这儿。哎，您不是昨晚的？ 于经理来了。爱情这种东西，时机真的很重要。于经理，你也在啊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下午茶呀。下午茶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今天来呢？ 是想代表我们一好酒店真诚地向寻觅提出合作意向，希望能和寻觅合办相亲会，营造共赢的局面。是，寻觅的会员跟一好的会员的确有很大的重合度，只不过寻觅现阶段有合作的酒店了，对吗？于经理的确在来之前做了功课。当然了，寻觅虽然已经有了合作的酒店，但适时的更换 会给客户带来更多的新鲜感。我们一好酒店呢，环境更好，服务水平也更高，用户体验嘛，自然是不用多说了。的确，长期固定的场所确实会让顾客有乏味感。是啊，寻觅现在位于婚恋交友 APP 的第二名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推陈出新，或许能让寻觅重回榜首。只不过， 我们酒店在价格上稍稍的有一点点高，不过我保证，我们绝对值得寻觅的付出。玉经理，未免也太有信心了吧？我们现在合作的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酒店，我们有着多年的合作基础以及企业情谊。你们一好才建立了多少年？太嫩了。正是因为一好年轻，所以才更适合寻觅啊。毕竟寻觅很年轻，单总 更年轻，不会这么早就固步自封。况且多一些新的尝试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新的尝试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旧的乏味。况且我们签订了长期的合作条约，不可能随随便便换掉的。生意场上分分合合很正常嘛，结了婚还能离婚呢，更何况是生意呢？我想这个道理，单总作为相亲公司的总裁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看来 于经理是铁了心要跟寻觅合作呀。当然了，寻觅这么好，我怎么忍心放过呢？水来了，老板，你们聊怎么样？叶姐，你来的正好，合作的事情交给你全权处理，具体的细节你跟于经理去对吧。好，老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那于经理，我们一步到会议时再聊聊。 单总，后会有期。于经理慢走。不送。你怎么知道他就看上善良了呢？来，尝尝我这个新买的茶叶。嗯，香，高级茶。 我说的是茶叶，你确定这么淡定的坐着？情敌已经上线了，你得反击啊！他都那么明目张胆了，你也不能坐以待毙呀！我这叫按兵不动，我反击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小鱼自己碰壁。这绿茶呀，性寒伤胃，善良他胃不好，消化不起，可是他是高级茶，我怕什么？ 小鱼只是单纯喜欢善良的条件，而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我相信善良可以识别出来。老温啊，有事啊？今天是星星的生日，你看这往年啊，他都是在家里过的，所以我想着，我把他叫回来吧。不用，他离家出走，还让我去找他。你不许叫他回来，让他在外面好好的感受一下独立的滋味。 等他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自然会回来。可是，哦，我知道了。
上次加你微信，看到你的微信号了，0518，是你生日吗？如果是的话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那谢谢你了，我在跟朋友聚会，那就先不聊了，拜拜。 今年的生日，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来到了陌生的房子，水管漏水，修半天都没修好，除了银行保险，只有一个人记得我的生日，谢谢你。你是温馨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是。 就是金牌助理。Hello， 我之前来过温柔家，看你发的微博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哦， 你不是在跟朋友聚会吗？ 聚会结束了，我回来了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你们这么早散了？不可以吗？所以说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刁蛮任性的大小姐了。所以，我就是那个爱面子、没有绅士风度的幼稚男人。不加你微信果然是正确。是我不加你。 是我不加你微信。别逞强了，家里水管漏了，不知道找物业吗？干嘛自己修啊？这里的物业根本不管啊。哎，对了。 你一个大男人，应该会修水管吧？我必须会啊。嗯，都好几个小时了，你还没有学会吗？男人没有不会的事。 水管漏水来着，才弄成这样的。我明白，我没想帮他。我知道，衣服给我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播苏子光。所以说，你还要玩多久？啊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今天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。你这儿也太不像个家了吧？很正常啊，平时也没什么人住。那你为什么来这儿住？我和我爸吵架了。所以那天在酒店，你真的是无家可归了。怪不得没人帮你过生日呢。啊，我是说，幸好今天来的人是我，像我这么有爱心的人，怎么会看到这么惨的事情发生呢？所以，我陪你过生日。用不着你可怜我。我其实也没有可怜你，我也挺无聊的，所以。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？好啊。那你等我换身衣服，化个妆。好。你在这儿，我怎么换衣服啊？啊，那我。女孩子出门见人，但凡对对方有一点点的好感，哪怕是工作需求，都会非常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。我们半休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如果现在资金紧张的话，咱们可以先办场小的。可以啊。那赶紧定方案选场地啊。可以啊。你能不能振作一点？你小心这么下去，事业老公全黄了。不能没有我老公。我错了。会有你老公的，但是事业也不能没有啊。算了，你先忙你的老公，我忙我们的事业。我再出去找点钱，有什么进展我就先自己决定了。就算善良再烦我，我也不能放弃。喂，怎么了？老公，我跟你说，这间屋子有问题，你千万不要进去。你去你房间睡吧。老公，不要再过去，你看，看到那个电视了没有？你千万不要过去。我今晚去你房间睡好不好？我好害怕啊。拿这电风扇在这吓唬人。哎呀，下楼都有点热了。老公，要不你今晚……哎，其实我是真睡不着觉。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办法适应一个人睡觉。你在这里陪我好不好啊？我去准备一下。小姐，这真的不怪我，
是老板以奖金威胁我的，我可不想成为拆 CP 的工具人啊。老公，我刚洗完澡，我房间的吹风筒坏了，我想借一下你的吹风筒，可以吗？这是我原本想说的话，但是我刚刚站在门口，我忽然想起之前在我生病的时候你跟我说过，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其实最让我生气的是你为了演戏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有些谎言会伤害别人，但有些谎言只会伤害自己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你了，想见你。人潮前的温柔，善良后的沉默，抵挡不住你出现，把防备都偷走，拉扯惊慌的漩涡，梦一样掠过，任时光不停定格你的轮廓。我们彼此相伴，是谁变化走过那些阑珊角落，而这银河漫漫灯火，装扮总不会被消磨。练习纷扰不安嘲笑难看，你还是在乎我的对吧？没有。你就是在乎。没有。你肯定有。你都绕了这么多圈了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找一个蛋糕店。其实过生日不用非得吃蛋糕的。那不行，过生日总要有一些仪式感。没有了吗？下车。当当当当，便利店只有这样的小蛋糕了，勉强凑合一下。这就够了。等一下，蜡烛没找到，但是在边上的玩具店找到了这个。愿吧。祝你生
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善良说今天是你生日，让我跟你说声生日快乐。怎么了？温柔卡着点给我发了生日祝福，却挨死鸭子嘴硬说是善良让他发。其实他都记得，我知道。你们两姐妹可真够奇怪了啊，关系时好时坏，搞不懂。以前我总是想赢他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比来比去挺没意思的。我不过只是希望能够得到我爸的一点认可。所以才跟你爸吵架吗？刘梦上次能穿我的鞋是因为我爸是赞助商，这种事情从小到大我真的已经受够了。我真的不建议他能赢我，我建议的是我爸他从一开始就根本不相信我能赢。是啊，现在我是赢得了一场胜利，但是我也赢得了一肚子的愧疚。对温柔愧疚。普利莫达现在小有名气，温柔想办一场秀来提高知名度，可是资金链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如果当时刘梦穿的是他设计的鞋，那资金链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所以是我抢走了他的一次机会。你放心， Polymoda 很有潜力，一定会有人投资的。今天谢谢你啊，陪我过生日。嗨，客气，我做事情一直都很完美。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那个蛋糕。要不是你化妆时间太久了，也不至于蛋糕店关门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还不是因为你修水管时间太长了。我修水管不也是为了你吗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还恩将仇报呢？你这人怎么这么死皮赖脸呢？我死皮赖脸？对啊，你就是死皮赖脸。怎么几个意思？今天我生日，所以我说了算。我们已经做过市场分析， Polymoda 前景不错，所以我决定投资你。你别误会啊，我这是公事公办，毕竟我是一个商人，看重的是商机。好的，副总。不拒绝。我们呢也不适合合作，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先走了。韩青来了。在这等我。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？善良还在生气，我可不能火上浇油。可是你跟苏子光又没有什么私情，你怕什么？那也不行，苏子光避嫌之前追求过我，我得避嫌，懂了吧？当然懂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对了，我一会儿有点事。这合同我签。你确定你能替温柔做决定吗？我做不了他的主，他知道了肯定会生我的气，但我知道哈利莫德是他的心血，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，我要帮他争取。他拒绝我是因为善良吧？温柔现在太在意善良的感受了，但我了解善良，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的。温柔可以圆梦，善良只会高兴。合作愉快。不是说你有事儿吗？怎么就回来了？看你自己在这吃饭多寂寞呀。来喝点这个排毒水啊。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？没有。
就是刚才苏子光那份合同你没签，是不是挺心动的？当然心动了，怎么可能不心动？但是我不能签呀。没签是不是很遗憾？给你个惊喜，闭上眼睛。干嘛？闭上。噔噔，合同是我签的字，善良问起来你就说都是我干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韩青，你我知道我私自签约你肯定会生气，但是我们不是聊过吗？你忙你老公，我忙我们的事业，而且我觉得你现在需要这份投资，跑里莫达更需。哎，单买过了。合约我已经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嗯，我退房了，马上到公司。好，资料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你回来咱们随时可以开会。哎，喂，温柔，我还在酒店，今天得跟你聊一下具体的投资细节，还有普利莫达下一步的打算。我不回公司了，你们到酒店来，马上。啊？苏子光，你不要以为我们之间出了问题，你就可以趁虚而入。那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并不是真的吵架。啊？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？我们没什么问题。不是你以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过来找温柔是有工作要谈。那只是你的借口。你要是担心的话，你们俩别吵架呀。你去哪儿？吃饭。然后呢？见我的乙方。Polymoda 的创始人温柔小姐。老板，你不觉得这里的环境有一点沉闷吗？咱们回公司开会不好吗？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呀，我能在这里待一天。说正事儿吧，这次相亲会的地点，今天的会内容调整一下，讨论下次给 VIP 客户送礼物。可是最近也没有送礼物的节日啊。没有吗？6月1日儿童节。儿童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孩子是爱情的结晶。这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。6月6日爱眼日。爱眼日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客户的健康跟我们息息相关。非要这么说倒也不是不行。6月18日父亲节。就他了，你把温柔叫过来，这次的礼物还送普利莫达的鞋子。父亲节送女鞋，那就还是儿童节吧，母亲是最伟大的。原来是为了爱情啊，我支持。谢谢，看我这记性，按错楼了。那正好，我有一个朋友新开了一个酒吧，到时候我再约你。好啊，那我们到时候再约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他叫我过去。对，说是谈工作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什么情况？老板知道苏子光过来找你谈投资普利莫达的事情了，我感觉他是误会了。您就过去一趟吧。他果然还是在意我的。温柔，我们去哪里谈？我临时有事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是你有事儿还是善良有事？我有事情，我去补个妆。好，3楼会议室。苏子光已经被温柔小姐打发走了。他在温柔的房间？没有，他刚到他已经走了。我不在乎他走没走。啊，对，我就随口一说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。
喂。喂，你回来吧，我没事了。等会儿。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情没跟你说。喂。喂，我这边也有事儿，你回去吧。刚刚谁说还有具体的事情要谈吗？你要问什么？我温柔小姐，我们需要跟你确认一下鞋子的款式。如果是送六一节的礼物，那大概率都是送给母亲的，最好是复古第一个你舒适为主。好。那要没别的，就到这儿吧。好吧。喂，我事儿结束了。温柔，我应该还有一点事儿。喂。喂。不会又有事儿了吧？嗯。好。拜拜。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要落实的问题吗？问吧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呢！井底上线。我们正在开会，苏总这样不太合适吧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普利莫达跟寻觅有一个长期的合作，是聊这个事儿呢吧？没错。当初普利莫达跟寻觅合作是因为你要推广那双婚鞋，现在也没有理由继续合作了。我呢，在时尚圈也有一点资源，可以给你找到更合适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换掉寻觅是必然的。寻觅跟普利莫达签了长期的合约，不是说换就能换的。生意场上分分合合很正常，普利莫达现在需要更有力的合作对象，而且慧心已经投资了普利莫达。我是不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？慧心为什么要投资普利莫达？因为普利莫达很有潜力。你确定一点私心都没有？说实话，有私心。苏子光，你说什么呢？温馨之前因为刘梦那个事儿，心里面对你有些愧疚，他想让我帮你找一些资源，我这儿呢正好有一些闲置的资金，就帮了他一个小忙。可是没想到你竟然拒绝了，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那个夫妻之间的小情趣。不过后来韩青还是跟我签了合约，韩青跟我说，如果温柔能够圆梦，你一定会很开心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想多了。所以你什么都知道，刚才是故意挑衅我。你们俩上上下下折腾了我那么多趟，我这么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能解决你们两个那个小情趣。抱歉啊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没事儿，我也不是什么君子。您好，您租用会议室一小时时间已经到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
静姐，你去问一下温柔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告诉我。好。我俩正在逛街，他约我了，我有戏。静姐，我最近坠入爱河了。是吗？谁呀？我给你看他照片。啊？准备好了吗？噔噔，开吧。猫？对啊，这是我在酒店附近发现的，现在它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了。可爱，太可爱了。对吧？对了，温柔小姐最近在干嘛呢？温柔小姐准备办秀，她最近都在找场地，我老板让我帮忙找找看。啊。我跟苏子光聊过细节了，他那边的人呢，会帮我们找合适的大秀场地。你出个门要准备那么多身衣服，你上哪浪去啊？这个是健健偷偷塞给我的善良的日程表，明天我就要去攻略我的老公。喜欢绕不完，嘲笑难看，迷途。
却徒留。